好，交枪不杀。啊，我那个位置为什么会有乌鸦呀？该不会是冒险家吧？小伙子，你还真躲在这儿呢。Hello， 各位学员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迷你乐见》。没错，今天又是大家最喜欢的绿皮素伞——古井村玉米地震出生点啦，大家都很熟悉啦，对吧？海边厕所，那就会有两个人。好，已经有人在修电机了，直接飞过去给一刀。完了，飞过了一点点啊，可惜这一波要是准一丢丢，那就能直接拿刀了。这样吧，空军，你也不用跑那么辛苦，你交枪，我直接换人追，你说好不好呀？哎，可以，这把枪交了我就放心多了。嗯，那个位置为什么会有乌鸦飞啊？该不会是冒险家跑过去了吧？过去看看。有脚印，小伙子你还真躲在这里啊，那你直接白给了呀。这把标题我都想好了，素伞回头看到了一只乌鸦，没想到游戏已经结束了，挂上冒险家。啊，看看对面的动向啊，这个耳鸣肯定是刚空军的，躲进小木屋了。没事，你就躲着吧，今天这个人是不可能让你过去救的。没事，你慢慢翻啊，慢慢翻，不要着急，你敢走过来我就让你有来无回。开下电机啊，中场一台小船一台，那就只有眼前这个空军跟我拼了。讲道理，这个人直接卖了吧，输液你又没有，救了你也跑不掉。小船电机不动了，那佣兵应该是过来了。嘿嘿，来来，敢救人那就是要双刀，打一刀直接交传送。来嘛，双刀肯定是要吃的啦，不要拖时间了，速战速决吧。可以，稳稳当当一个双刀。小船电机在修，不知道是空军还是雪人兵，飞过去拿一刀再说。刚看到冒险家的位置，躲在草垛后面啊，应该是走不了多远的。哎，死人呐，这几秒钟他能跑哪儿去啊？这个电机应该是原地跑来点的，胆子是真的大。不对不对，不可能跑那么远的呀，难不成跑电机那边了？我居然真跑呀，女儿吗？你这蹲点太明显了吧，佣兵应该是叫了自起的，挂飞冒险家追空军，这个局面打到现在怎么打都不可能会输的嘛，慢慢陪你玩。直接完成封装彩板模拟器了，啊，这一刀戳到就很舒服了。这一波就隐息啊，直接让你无法交互，看你怎么跑。本来可以给他来个大招的，结果他居然放了个魔术棒。哎，佣兵你干什么呢？直接开始送了是吧？这个香水浇的毫无意义，也就是多活了几秒钟而已嘛。你自己找个地方躺着啊，挂上空军，然后看一下电机。小人弟，你这不是暴露位置了吗？这一波不好预判到走向，直接传中间。哎，看到脚印没有？一个机会直接追上去。这个园丁呢，还是进行到最后的舞蹈啊，成为我的小星星吧。哎，没想到吧，开局发现冒险家的原因竟然只是一只乌鸦。我估计他们去看回放，人都少了。这个素材他不会开透视的吧？溜了溜了。